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ce。我的名字叫得 Ace 咧，就即係擺到明我是警隊入邊嘅王牌。咁所以其實咧，我的職業是一位女警啦，仲要是呢一個反黑組嘅。咁所以今晚夜一夜咧都要出動咧，就係嚟咧阻止兩派嘅黑幫廝殺嘅。今晚咧係我哋警察 A team 咧第一次出場，所以咧係一個非常之即係重要嘅場合啦。我哋好威風咁登場啦，而且咧我啦，特別係我啦，登場嘅呢一幕咧，仲要大顯我柔道嘅身手咧，去咁樣擊佢咧，同埋咧制服多名嘅古惑仔嘅。咁所以今晚的而且確咧係一個大製作。咁我而家都等緊埋位，準備打噶啦。我已經 ready 噶啦。